时隔一年，街机充电宝终于升级了，造型变得更加圆润了，底部多了一个电池竖弦，另外这次多了两根自带的充电线，可以充苹果，也可以充安卓，还是一个接近十瓦的快充呢。游戏的内存卡也进行了一个升级，从16GB 变成了一个32GB， 按键手感也不错。另外呢，就是加高了这个摇杆，进入之后直截了当的就是这些游戏选项，上面是比较热门的街机游戏，底下呢则是模拟器的类型，一共有十大模拟器。屏幕是3.5寸的 IPS 屏，运行的街机游戏还是很顺畅的。要收玩的游戏呢都能玩，另外支持实时的4个存档。看着这游戏画面，一秒钟回到小时候。它还可以玩 GBA 游戏，像口袋妖怪、火焰纹章、恶魔城，玩 GBA 的小游戏没啥问题。大游戏有一点点卡，游戏总共有6000多款，还能够连接手柄接电视，和你的朋友快乐双打。电池总共6000毫安，可以给普通的手机充1次或者1.5次。OK， 就是这样一款小升级的充电宝游戏机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